积木做的 MB 尺寸大小神龙斗士，被拆啊 M 合金骨架拼装魔改剑王龙神丸，还有高富帅版本的拼装龙王丸。魔神英雄传粉丝过年了。大家好呀，今天来玩这个定价老贵的 AG 高富帅版本拼装龙王丸，这里拼装过程就省略了。我们来看看整体外观，这次龙王丸改的比之前龙神丸好看一些，毕竟底子优秀，怎么改也不太可能难看。金色零件是板痕件，白色板件是珠光亮面，想到定价这么高了，板件有这种素质是应该的。凤龙盾有拉伸展开机构，凤龙剑也可以和原版一样固定在盾牌上。我们来简单看看可动，之前已经了解过髋关节容易断状，我已经提前处理了一下，总之把玩还是得小心一些，毕竟涉及到变形。 AG 模型变形就是非常容易发了。变身凤凰，大致的变形方式还是忠实原作的，只不过增加了光翼塑料片，好在呈现效果还不错，这里就不去嫌弃了。总结一下，魔神英雄传作为30多年的冷门老 IP， 这几年怎么觉得玩具出的越来越多呢？给人一种它原来还挺出名的样子，厂商真的是为了赚我们老屁股的钱，想尽一切办法。谁让魔神英雄传是本命番呢？请继续出，多多益善。